我一出去嗰個嘢就成個人就放鬆咗，即係已經乜嘢都冇，但係一出到嗰台就放鬆，我未試過咁放鬆。放鬆之後又點樣呢？即係放鬆係即係個心情放鬆係咪？成個人都放鬆曬，係啊，跟住就開始咁搖下咁咯。咁對你令到你嘅心情點樣樣啊？享受，其實享受，我成個過程都係享受，係啊，都係享受。我都見到你有啲眼淚，你係咪神嘅安慰啊？抑或係？感動啊！你唔知係乜嘢啊？唔緊要㗎，有時咧就係神嗰個感動啊、安慰啊，即係。不過真係第一次感受釋放。哦，第一次感受釋放，感謝主，多謝主啊！